郭富城妈妈以90多岁高龄在家中过世，虽然属于孝丧，但一向视母至孝、和妈妈母子情深的陈晨始终心情难以平复。为母亲举行丧礼期间，虽然陈晨并没有接受传媒访问，但看得出他对离世的妈妈相当不舍。随着至亲入土为安，陈晨终于打破沉默，3月5号深夜在社交平台上载一张昔日和妈妈的合照以及一朵花的照片，并发文悼念亡母。陈晨写道：别了，我亲爱的母亲，虽然我仍然未能接受你已经离我而去的事实，但在理性上我仍必须坚忍着心中的伤痛，全力为你处理好丧礼一切的事宜。殓葬当日原本是阴天的天气，在仪式完成后天色突发放晴，我相信是母亲对我们作为子女为她用心奉上的一切，她在天上带孝接收，如何不舍都放手。由今天起，母亲已经活在我的心中，继续见证我的努力和我的人生。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陈晨对亡母的爱。最后，陈晨也感激大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，令她为母亲尽最后一点孝心。而我们也希望陈晨能够早日走出丧母之痛。